喂，江晨。没事儿，就是觉得好久没和你一起放学回家了。你能不能别形容的我们好像同居了一样？你要不要现在打开窗户看看我？我疯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林静晓的腿受伤了，校医老师说她可能参加不了运动会了。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她的腿也没有伤得很严重。哦。啊，我再跟你说一个特搞笑的，今天林静晓腿不是伤了吗？然后陆阳就想上去抱她，结果一抱居然没有抱起来，我们大家都笑趴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平时没觉得医务室老师那么凶，今天真是吓了我一跳。江晨，江晨，你还在听吗？李太医说静静这次不能参加运动会，可把静静给急坏了。